好，下一题。刚才的练习19是6欧姆跟3欧姆串联，现在变成6欧姆跟3欧姆并联，然后问每分钟6欧姆的电阻消耗多少，问你电池每秒钟提供多少。好，来，每分钟6欧姆消耗多少？我用不一平方除以好前一题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并联的时候电压都一样，所以电压就会 A 电压等于 B 电压等于总电压，所以我知道总电压也可以用，我知道 B 的电压也可以用，我可以用的比较多，所以大部分如果题目是并联的时候，我就找电压，那串联就找谁？我就找电流，因为串联的时候电流是一样的，就有比较多的管道可以找到答案，所以我用 B 平方除以 R 乘以 T， 然后因为电压都一样，那就是六伏特，就是六欧姆的六伏特，三欧姆的也是六伏特，然后呢就带进去，有六伏特，有六欧姆，然后实际要记得换成秒钟60秒，就往里面带 ，V 平方除以 R 乘以 T， 然后答案就是360焦了，答案就是360焦了，所以第一小题每分钟六欧姆消耗多少？答案360，公式 V 平方除以 R 乘以 T， 我为什么挑这个？因为它并联，并联说电压一样。我比较容易找得到电压是多少，电压是多少？那电池呢？电池是总嘛，通过电就是总嘛。那我讲过，第一个，你如果要直接算电池，你不可以有任何有电阻的公式，因为电池没有电阻，只能用什么 IV 啊那种东西去算。然后呢，这是总嘛，所以呢，其实你是可以用。那我讲过。总提供等于总消耗嘛，所以你也可以算外面的六欧姆跟三欧姆有所谓总电阻，然后用总电阻、用总电压，然后总电流去求总，去求所谓的总消耗，那总消耗就等于总提供。那我现在故意用别的方法算，就是我算出六欧姆消耗多少，三欧姆消耗多少，再把它怎样加起来，这样做的目的还是跟前面一样。让你重新再去想，再去复习以前教的怎么去算电压、算电流跟算电阻，只是在这样做这件事而已。不然的话，你就直接用总的就可以做了。OK， 好，总电压、总电阻可以求出全部了。好，来 ，V 平方除以乘以 T， 我想要算六欧姆，我想要算三欧姆，三欧姆的电压就是六伏特嘛。啊，电阻呢就是3嘛，然后 V 平方除以乘以一秒钟嘛，等于12。然后六欧姆的888啊，六焦了，然后一个消耗12，一个消耗6，全部消耗多少？18。啊，总消耗等于总提供，所以电池就提供多少？18，6×9=18，这个答案就18，这样就解决了 ，OK 吗？比较好，放各位。2欧姆跟1欧姆是并联，然后2欧姆那边有个 1.5 安培，然后呢他没有给我电池电压，但是你可以求得出来。然后呢，想请问你1欧姆的电阻每分钟损耗多少？就1欧姆的电能，1欧姆一分钟多少？第二个是电池提供多少？来，答案多少嘞？你如果想要算1欧姆，就要带1欧姆的，要么你就有1欧姆电压，要么你就要1欧姆电流。我刚才讲过了，并联找谁比较方便？并联找谁方便？电压为什么？大家都一样，比较好找到。啊，我要求 A， 找 B 也可以，因为两个电压一样。啊，电压一样，或者要找电流，电流也可以找啊。如果你观念轻松，比的也知道电流多少，随便你。所以你可以找电流，带有电流公式；你也可以找电压，带有电压公式。啊，看你要怎么找。都可以。那请问你，他多少呢？我们的这个答案是多少呢？这位大哥是谁啊？张开明，举例。不知。500。你说。听起来的答案很有趣，500。好，来，你要算出1欧姆的电压或电流才能够带到公式里去。那我会找电压，为什么找电压方便？为什么方便？因为大家电压都一样，大家都一样。所以如果我能够找到2欧姆电压，也可以求嘛。那
两欧姆的两欧姆有电压，因为 V 点 I 啊，我有金有 I 有 R 啊，都可以求 V 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带进去要算一算哦，两欧姆电压多少？两欧姆电压三伏特嘛，就是一欧姆电压有多少？三伏特嘛，那就有啦，有就往里面带啊。好 ，V 平方除以 R 乘以 V 啊，好，带进去啊。然后呢，记得啊，分钟要换成秒钟啊。好，这样算完，答案就540。答案就540，所以呢，答案是540。好，要问你电池，就是答案又肿了，肿就怎么办呢？总电压、总电阻、总电流、求出、总消耗或总提供，或者是一欧姆算出来，两欧姆算出来，把它怎么样加起来？总消耗等于总提供。你刚才已经有算出一欧姆的电压了，你刚才已经算出一欧姆多一分钟多少了？就一秒钟嘛，就有了嘛。那两欧姆的概念可以，这是一个方法。那你算总电阻去带也可以嘛，都可以。好，那都可以，看你要怎么做都可以。好，它应该多少？好，你可以算出一欧姆多少，两欧姆多少把它加起来，也可以用所谓的总电压、总电流、总电阻去算总，也可以，都好，都可以。你觉得你想怎么算都可以。那它应该多少？有女生吗？张若娟，张若娟，你答案多少？13.5。13.5还是3.5？13.5。你的答案是13.5，答案。我们可以用总电压、总电流带进去算，因带进去算，或者所谓总电阻带进去算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数字都有了嘛，因为我们刚才也算出来，然后算，所以应该用分别算，加起来会比较快。所以呢，回去算第一小题就知道三伏特，每个电阻 V 平方除以 R 乘以 T， 一欧姆的九焦耳。V 平方除以 R， 然后它这有电流 ，I 平方 RT， 好，4.5焦耳都有了，然后把它怎么办？加起来13.5焦耳，所以它就13.5焦耳。好，这就是两个一欧姆跟两欧姆并列练习20，翻来覆去都跟以前的想法都差不多嘛，就是算电压、算电流、算电阻，然后带到我们所谓的电能公式里就可以了，就是我们的练习20。